Hello 各位，我今次翻到嚟呢一只嘅 RPG game， 我哋继续游戏。上次讲到啦，我哋打赢咗个 boss 啦，然之后嚟到呢一度 save 翻翻去一楼咧，开翻嗰个嘅大闸。咁依家要去边度咧？可能就系揾翻上次个安娜打靶仔啊，开枪射我嘅。咁而家安娜咧已经消失咗啦，究竟去咗边度咧？无人得知。好，喂，个情况点啊？要唔要话俾你听？攞白色圣友 ，Oh my god！ 睇嚟系一个分支线啊，呢个就系一个人性嘅考验。我当然就系话俾你听否啦，冇进展，点会噶？吓，我有表现好异常，要唔要质问佢关于安娜嘅事？要咩啊？我捉走咗安娜，你喺度讲咩啊？冇错，的确咧讲到我唔信任，但我连佢在边都唔知点样捉走佢，睇嚟唔好信我。你最好做个乖女啊，好不好？你的能力够强，一定可以找到正解。圣物成功咧，执行复活仪式。我走了，啲怪物嚟啦，哇，好串嗰啲友。喂，安静先，我趁佢离开的时候打电话俾你。听住，我被人困咗喺某个监狱啊，好深嘅地下，唔知边度。虽然话喺地下，但系咧向下走一段楼梯咧，到达咗一个室内场地。但系咧，你医院唔太应该喺附近，我觉得应该咧系一座监狱嚟嘅。听住，我偷听到啦，我知道点走啦，但系我而家唔讲得，佢好似翻嚟，快救我！不如我哋试下其他剧情，其他嘅线。呢个乜都唔好同佢讲，好串啊！呢条友竟然咁串咯，最憎啲串嘅友噶啦呢度。你唔使指我俾任何线索你啊。好，冇啊，白色信友，你边度好异常？喂，真系冇所谓啊，只系太想离开呢个鬼地方。你知啦，嗰啲友咧迟早都会杀咗我，但系你嘅能力足够强，你一定可以揾到呢啲挂料。好啦，跟住呢度又听到唔知咩线索话，哎，安静，我趁佢一离开时候，乜，应该系做监狱 ，OK， 呢度唔关事啦，可以继续。下一个就系安娜嘅，话俾你听，攞白色食咗咗，太好啦，有进展啊，好，系啊，你又攞食物太好啦，吓，我有表现得好异常咩？哦，咁真系冇咩特别啦，咁啊，是但啦，咁啊，去翻我原本嗰个嘅剧情啦，我就系话唔话俾佢听嘅，唔知会唔会有影响啊？咁就唔话俾佢听白色圣友嘅事，然之后咧再质问佢安娜。OK， 咁啊翻翻呢条线啦，我哋冇白色圣友，冇进展，点会噶？吓，我表现好异常咩？唉，顶揿错咗啊！唉，唔理啦，总之咧对佢不利不睬，不睬不理，唔好理佢。好啦，求我你快啲救我，我就快死啦！咁你去死啦！好，喂呀，大镬啦！而家去边咯？我唔知道呢、這个。向呢度行啊？都唔知系咪向呢度行啊？总之应该啱噶啦，睇个款有得行咯。哇，争啲俾佢咬到我。哎呀！呢度应该系啦，哇！步枪子弹三发呢、這个咧，上面好似放住什么东西噶。要找嘢叫佢落嚟啊！但系呢度，但系依家呢度冇，冇得叫。OK， 先落去先呢度。因为呢度，哇！真黐线，点会有只咁嘅嘢噶喺度？呢个我系咪行过噶？冇乜印象添。哎，呢度应该新啦，未冇乜点见过呢啲嘢。仲唔系新嘅班友，得十二发子弹咪散弹枪换翻手枪先，手枪就140几发，问你死未呢班友，打不开，又系呢啲高速移动嘅友，哇，俾你搲到我真系，呢个位系嘛，系啊，仲唔喺度，超市往往都系呢一个嘅僵尸聚集地，健康剂冇钱，這個、呢个咧有咩有块镜喺度无端端。呢、這个长棍啊，咁真系要翻翻去头先嗰个位撩嗰嚿嘢落嚟咯，但系唔知咩嚟。右手边冇路行，我哋可以去左手边。哇，系嗰只僵尸跳三格喎，啊飞象，跳河喎喺度。好啦，呢、這个继续行，继续行。好，喂哟，真啲俾搲到喎，唔系呢度，好似唔系呢度，好似喺上面穿过咗图书馆，哦呢度上面，应该可能其中一条锁匙可以攞，但系唔知边条锁匙，
长棍、塑胶炸弹，有咩用啊？塑胶炸弹炸咗道门啊？唔通系？嗯，有边道门需要炸噶？有门需要炸嘅咩？呢度？哦，啊，佢咁都咬到我咩？有提示话要炸门咩？好似冇喎。不过位应该唔入得噶吧？呢个？右手面个铺头啊，唔通系？我的个！哎呀，你重新行过啊！攞完嗰支棍之后就我都好嘅呢度啊，不要话俾佢听。哇！你又表现好异常，系表现好异常。你捉走安娜摆到明，系啊，你好曳，最好做个乖女孩乜乜乜喺度啊，威胁我就打靶仔，最真嚟嘅依家。两个假人假，一个安娜同埋你，两个都系一个坏人嚟嘅，不可信的家伙。好，继续继续。哦，俾我光头佬阻住咗去路。嗯哼，但系应该唔会喺呢个位啦，系嘛？系咯，呢个位我记得好似上次系咁样上嚟，跟住就转左兜入去，咁所以呢一定唔关事啦。而家剩翻就系呢一个闸口出面嗰啲位。咁而呢个闸口有几多个出入口咧？咁就唔知。喂，原来有咁多好东西。好，好在我重来咗一次啫，再来一次。咁呢度咧有一堆嘅闸口啦，有啲闸入唔到去嘅。呢、這个位吓、啊，应该就系上呢个位啦。头先系上呢个位之后攞个唔知咩长棍料嗰啲咁嘅炸弹出嚟，但个炸弹究竟用喺边咧，冇人知道。好似喺呢度落去啊，呢个位就系呢个位啊。好，其实嗰只咁嘅瞬移嗰只都几难打，系超劲嗰只嘢，唔知点解可以整到咁劲。呢啲都冇咁难啊，呢啲系啦，白色嗰只真系。神速飞埋你，跟住仲要即刻秒杀我。咁呢个位打不开，而家好似要去嗰个系嗰间铺头啊。喺呢度，佢左手边有药令弹药。好，跟住右手边呢度攞条闪光嘅，但系上面又冇任何一啲锁匙之类的。嗯哼，嗰、那個、便利店嗰度究竟系咪用炸弹？应该唔会啊，但系炸弹究竟用喺边度咧？啊，冇人清楚，冇人知道啊！走走走走走，呢、這个闸唔通系？应该唔会系呢个闸啊！塑胶炸药咧就系，但系个塑胶炸药究竟用喺边度咧？应该唔会喺之前嘅，睇起个套路似乎系喺即系新一章节嘅时候咧，就唔会去翻啲旧地方。我呢个 game 系啦，如果去翻旧地方都几濑嘢，又喺呢个位唔好啊，大佬。喂呀，即系嗰只嘢真系好鬼劲。嗰时贪刀定乜鬼嘢？贪刀想揿掣，想开门，一下开嗰下即刻俾你食住咗。嗯，依家去便利店嗰度睇下啦。呢、這个位应该唔系啦，打不开。佢唔会系嗰啲冇任何提示话要用炸弹嗰啲位啊？咁样都几麻烦下。超市呢、這个位，然之后右上角啦，又系呢个位啊，打不开。嚟啦！塑胶炸药冇用，边度需要用到塑胶炸药咧？究竟好似有啲卡关嘅感觉啊！依家唔通系之前木门嗰度执好多嘢个位？
呢个位头先揿咗冇啦，呢度又冇任何嘅道可冇路可以行，呢一堆又完全一堆爬虫类啊，冇任何嘅线索。呢个位嗰道门又系唔得，一试下咁样咯，唔得啊，都系唔得。根据以往呢只 game 咧，佢如果有解谜情况咧，佢都有提示要使用乜乜乜嘅。咁即系话咧，如果你冇任何嘅选项俾你嘅话咧，即系嗰样嘢可能会系冇乜用嘅。右手面冇路行，而家净系得翻呢道门未揿啫。咁啊，呢道门可唔可以用炸药炸开佢咧？系唔得嘅。咁左手面有冇咧？唔通系炸开呢、這个？真系。塑胶炸药 ，bang， very good 啊！咁我又解决咗呢一个嘅难题啦，即刻呢个位有啲服啊！好，入咗系呢啲咁嘅仓库啊，常见嘅仓库，诶、欸，可以推喎、啊、呢、這个步枪子弹、步手枪子弹，唔知有咩用呢、啊這个。不过应该都系推石仔，我谂系咁样推一下，然之后推过去咁啦，跟住推上去啦，佢推咗，一路推过去。但系点解有分唔同颜色嘅呢啲咩噶？推落去呢度啊，嗯哼，咁啊不断推落去先啦呢度。好。嗯，开咗暗门啦、啊。哇，系咁红咧，我 feel 有啲唔对路啊！呢、這个闸，哇，有呢个十字，有呢一个嘅阵，即刻 save 先。啲咩水嚟噶？地方虽然简陋，但系毫无疑问个祭坛点会喺度啊？台上面嗰樽嘢好似系咧四圣物之一黑曜石樽。好，炼成的问号。哇！无端爆咗嗰两个樽，哇！无端企咗中间我，诶，唔通呢一切都系虚幻？无端一嚿云啊，自己嗰、那个系咪叫一嚿云咯？表情定系一团混乱啊？依家应该好多都系会变成，诶、欸，嗱，依家呢个仓库已经变翻呢一个嘅一啲唔知铁咁嘅形状啊！呢啲系究竟系属于乜嘢嘅一个手法咧？究竟系呢、這个唔应该系咁啊？我都以为咧仪式系成功嘅，呢一个系来自地狱嘅大火，大火烧毁咗一切，而恶魔力量咧嚟咗人间，嗰啲怪物咧就因为呢一个先会产生。我不禁开始怀疑起我嘅信仰，我当初唔应该参与呢种仪式。我以为咧只要不断咁向伟大嘅神证明咧，我哋愿意追随佢，佢将咧终会降临，为我哋打通咧往乐园嘅道路。他字系女仔边嘅，但系一切都已经完结啦。呢一度咧就系地狱，即使唔系地狱咧，都一定系地狱嘅缩影啊！恶魔嘅力量咧，正喺度侵蚀紧呢个人间，我一定唔会系唯一一个，仲会有人咧行我一条旧路，或者讲呢一个咧，唔通系神嘅考验？如果佢真系要创造啲乐园咧，带领我哋去乐园，点解佢眼白白睇住我哋最忠诚嘅信仰者受苦？好痛！我左手臂俾嗰个该死嘅怪物喷出嚟液体喷到啊，见得到骨头，但我冇死到。神啊，请俾我咧保持啲纯洁嘅力量、纯正嘅力量，向我咧证明你会打救我哋，而唔系眼白白睇住我哋死。OK。即系简单啲嚟讲咧，佢又有啲信徒发现咗，哇！第一血雨，第二有狗，第三有啲神速有，哇！吓亲大佬一出嚟嗰下，哇！暴风雪，哇！真系咧，暴风雪再加血雨，发生咩事？喂呀，咁头先唔知上面有冇诶，头先下面嗰条路唔知有冇路行，如果有路行咧，我就冇执到啲嘢啦又。但系而家都唔讲得咁多，喂呀，真系你咁迟零点几秒，你都要即刻死喺个呢个位。好，突然之间嚟到呢个乜鬼地方，咁啊，仲要考验呢个难题啊，睇嚟啊，系啦，好，拎埋啲子弹先，好在冇计时啫。通常呢个关卡咧，我都觉得会有计时嘅成分。嗯，這个啱啦。有冇怪兽嚟啊？喺度
嗯，暂时冇啊，暂时都系啲细怪啊，冇问题啊。哇，有啲神速仔，哇，差啲俾人包围，俾人包围住。好，呢度啦，应该咁多怪。哇，喺呢度，黐线，呢个位都好容易死嘅，其实老实讲。哎呀哎呀，真系啊，几廿件追住我。好，应该都唔使点惊嘅。哎佢每次都挡我去路，喺我面前嘅，成日都顶住我前面。嗯，有啲门，有啲闸口呢度发生咩事？呢闸口嘅咩咧？哎呀，加入日口，哇！有啲惊啊呢个位。咦，原来冇乜嘢嘅啫，咁快又可以 save 咯。好，继续。喂啊，哇！突然之間有個紅色衫嘅一個羊角頭啊，咁啊打暈咗，然之後就瞓咗喺地下又再次瞓喺地下，發生咩事啊？點解會暈咗喺度嘅？真係越嚟越摸唔到呢個劇情講緊啲乜，有冇主角喺度講嘢？你是什麼人？哦，你唔應該嚟呢度，呢個地方係偉大嘅主嘅聖地，你同嗰兩個都係同一家伙，你啲異教徒，不潔嘅污垢之物。污秽之物定污垢之物，我要处理嗰个男人做嗰个女人啊！佢哋比我想象更加麻烦，你就喺度成为祭品啊！睇下你有几犀利啦！咁快去打 boss 啊？咩 boss 啊？呢只啊？执咗一支枪先。边度啊？嗯？哦，守城啊嘛？锁匙会在其中一只怪物身上吗？唉，轻松啊！喂，唔系啊嘛？每爆发需要换弹一次，自动步枪喎、啊。哇！自动步枪有几自动？OK， 咁啊有贯穿能力啦，但就冇扩散能力啦。咁即系话最好嘅散节省弹量嘅方法就系咁样啦。啊，嗯。啲守城應該好簡單嘅，冇啲咩大怪嘅話，好，嗯，哇唔得啊，太悶啦呢個，完全毫無挑戰性，有乜可能會死嘅呢一個，完全零難度喎呢個，除非有 boss 嘅啫，冇 boss 嘅話冇乜可能會死喎呢個。我呢班有一招，喂，哇！食咗子弹喎，啱啱响个搵只怪嘅身体食咗子弹喎。好，呢度即刻连成一线，先将我三条友系啦。哎呀，唔合群呢条友仔系啊，唉，乱晒，乱晒龙。喂，乱晒龙啦，试一试下射咗呢个先。好，跟住到呢两个，哼哼哼哼，我啲神枪手想赢我，哇，好似有啲难打，诶唔系喎，我光头佬嘅，好啦，咁啊好多怪连成一线啊，再将佢再连成一线，哎哎哎，三只三只，好，哇，想咬我你，我唔好食啊，唔好咬我。嗯，喂喂喂，哇，喂大镬，哇大镬，好，嚟啦嚟啦，好多怪突然之间，好，突然之间身上嘅嘢冇晒，然之后俾咗把枪我，咁发生咩事？佢话俾个考验我，跟住等佢成为呢一个咩祭品定乜鬼嘢，但系佢又俾支有士兵嘅枪俾我用，唔系应该俾我用刀仔嗰啲咩？刀仔锯大树呢啲咪细怪，不过呢啲细怪用我呢个难度刀仔都冇乜可能打赢嘅，零机率啊，好难打。每次一咬完我咧，已经冇得再用刀啊，嗰个密搏率降低咗，你攻速就会降低，所以咧劲低能。哇！
俾人咬咯又，哎呀大镬，原来冇药食噶，唉咁啊食蕉啦，太过贪心，太大意了。好啦，引晒爆上去先，啱啦呢度。哇哇哇，做乜收个枪啊？我哋煮个咩事收个枪？有咁多僵尸，你都仲要收走把枪？好，非常好啊呢一下，简直系一个完美嘅示范。哇哇哇哇！好，等等先。喂，顶下要咁样再坐一坐噶，真系终于俾我发现到个问题。佢虽然佢好似话咩白发就会就要换一次啊嘛，要坐一坐先得呢度。啊，呢度就系坐一坐咁样开，掹一掹。哇，开始越多怪，大镬啦，冇大镬啦，黐线得把咁嘅垃圾布出去有屁用？好。跟住又射得太快，又冇得用物，个脉搏都又降低咗，又唔可以继续射白射白射白，哇好多啊！点解会咁噶？好呢个位呢个位呢个位，成堆。如果有埋嗰啲神速嗰啲，我就难搞啦。即瞬移嗰一堆嘢，嗰堆嘢好鬼麻烦。希望一踢过啊！如果呢个一踢过唔到，咁今集就玩住咁多先。黐线，我都翻一半血就已经，会唔会有怪咧？突然之间喺我后面出嚟，然之后杀咗我。有冇呢啲咁嘅低 B 笔？算唔算笔咧？呢个啊，一定系笔。呢个恶恶意笔，定叫恶性笔啊？通常有分良性定恶性啊。对玩家好就叫良性，对玩家唔好就叫恶性。喂，争啲乸嘢，好在我听到个声啫。啲 game 好考反应嘅，唔系讲笑。哇，佢已经射完未啊？呢班丧尸点可以有咁多子弹喺身上？哇！嗱，呢一出咗嚟，呢个恶性笔即刻黐线噶，好恶性啊呢个笔。好。喂，喂，俾啲药嚟啊，大佬，俾啲药嚟啊，师兄，冇药啦，师兄，哇，好多怪啊，喂，哇，大镬，得翻几多血啊，黐埋，得翻一滴血就我，完全毫无挑战性啊 ，Oh my god， 要滋滋啦。不可以再咁近啦，但又不可以太远。O K。哇！佢真系睇嚟真系有排都未完喎、啊。点解成？红色嗰只出咗嚟嘅？哦，呢、這个咁易杀，好在啫。哦，个锁匙肯定喺佢度，系嘛？应该系咯，我估计。哇！但系咁多怪要引走晒先、啊。先执咗先啊！冇你，好似系呢三个是哪一个？有啦有啦，锁匙，走啦喂！黐孖筋啊，真系！哇，得翻一滴血就我，仲要零药啊，系啊零药啦。咁啊，睇下下次翻嚟睇下嗰个进度去到边啦，同埋会唔会棘死咗？如果棘死咗，又要重新打多次嘅。好，咁今日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次继续剧情，再见各位，拜拜。Thank you.